么晚了，谁呀？这是。我去看阿姨。哎，我说你们班大姨这个女朋友，这裙子能穿长一点，真是性感。你来干嘛呀？彤彤在吗？谁啊？傻男人，欺骗彤彤感情，亏我叫你这么久姐夫，我呸！你说说你啊，我以前看着你呢白白净净的，现在我怎么看你这么晚来我们家有什么事儿啊？童叔叔，我是来找彤彤的，我有话对她说。我姐不在呀。又想用甜言蜜语骗她是不是？我们彤彤现在已经有了新男朋友了啊，你可以走了。有什么话你就搁这儿，我们替你转达。叔叔阿姨，我来是想向彤彤还有你们道歉的。我以前辜负了你们的期望，也伤了彤彤的心。哎，你觉得光道歉有用吗？